实我们在书法的一个创新，尤其是跟科技的结合啊，对我们可以说是赞助非常的多啊。那么陈立台董事长也很喜欢书法，那么我们非常高兴有他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。那在我左边的这一位哈，看起来算应该说你是年轻的同样的背心的义工有多少？非常多的人在现场为大家服务，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活动啊，能够有兴趣，能够继续来参加啊。然后王威全王理事长啊，台湾国际书法联盟的会长。那我先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啊，他是女书法家，非常著名。那么在台湾现在也可以说是女书法家的代表人之一啊。更重要的是，86岁的书法家，我们的前任中国书法协会理事长，你看他还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。陈美秀陈理事长，这是陈家子陈会长，台湾国际书法联盟会长，非常的尽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邀请他，也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协会的人，大家都能够来参与一起做啊。那因为差不多都完成了，那我就交给我们的这一个林云英啊，我们的主持人。非常感谢会长。共同的书法家在一起帮大家写一个字。那我个人呢、到今天为止啊，新春开笔第三次，我希望自己一次比一次更好。那也祝福大家新年愉快，大发利市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个评审的话呢，你的作品呢将会在国立国父纪念馆展出啊，请大家再给馆长一个掌声，谢谢他提供此地啊。好，接下来学会的照相机可以进来拍照啊。张炳煌头上写的是欣，欣喜的欣，钱进财收成的收。何玉林董事长写的是丰富的丰。李沃元理事长写的是结果的结。艺术界的有代表，企业界的啊。对，这样子可以看得到，对，有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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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